线人员迎来了全线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救护车。这辆价值150,000元人民币的救护车是由山东济宁某人民医院无偿捐赠给洪山县人民医院的。洪山县地处陕北高原，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全县医疗卫生状况落后，而处于脉管炎高发区的洪山县的脉管炎患者更是处境艰难。不经人四月，山东省济宁脉管炎医院与洪山县人民医院结为友好医院以来，济宁脉管炎医院将中西医结合根治脉管炎的新方法、新技术和